真难呐，我想开个窗户都开不了，外面全是小孩儿啊，这个草啊，我绝不姑息。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快点上学去吧，老搁外面玩啥呀？听见声几楼他也能听见声，他就搁楼底下还能听不见吗？你小时候也这样，我小时候我可不这样啊，我小时候可安静了，我就在家里边学习，而且那小区里边哪有朋友啊，都没有，我那都打游戏。将死战不休，空脖线儿。哎，也减速，接平 A， 接平 A， 接平 A， A 接减速，疾跑一开 ，A 接闪，你先闪，我再闪，俺俩一块儿闪。本来我是害怕的，我没想到他害怕了。红宝石吧，来个红宝石，加个150点生命值。阿卡丽，这不被烫死了吗？凌驾一切的战力！哎呀，我操！这波就不上了啊，打不过他，他一管半怒。杀出一条血路。扣歪了，没扣歪，没扣死，什么扣歪？回来吧你 ，AD 减速，喂，圈光。接平 A， 差一层血怒触发，喂，圈光，你有鞋吗？你没有鞋，那我得越塔杀你了，小伙子。我自有安排。空把线啊，不着急。再小空一波。外圈瓜拉回来，减速走。好，他把技能放了。我们越塔杀他，他就剩一身血。我不明白这鳄鱼凭什么在这站着，我就知道他有点狂。我绝不姑息。哎，等一会儿啊，等个5分钟，等防御塔减伤没了，得，要不然这爆破啊，浪费了。Rampage。
回家了。无敌了！我将死战不休。正好填够。这把得要个水银还。哎、我们家这腰的行，哎，为什么塔没有打那翠神呢？我操！保持警惕。鳄鱼去中了，那我们继续拆。我们就能杀了，不行，杀不了。解说外圈刮平 A 一转拉接平 A 闪现平 A 一个劈。凌驾一切的战力。你不要以为你生了我就不杀你。三项目1533，差点钱，我可能还得杀他一波。这小子是不是把闪现交了？对，他把闪现交了，能杀啊这波。回来吧你，解速外圈光，这什么意思？我疾跑一开平 A， A 姐解速外圈光，这鳄鱼疯了。谢谢鸾鸟宣娇，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谢谢鸾鸟宣娇的钻石粉丝啊、哦！谢谢。红。懦弱之举，我绝不姑息。有眼儿啊，大哥！让你去红，你不去红。去红啊，跑过来这阿卡丽能杀铁男吗？扯得多了，从不后撤。然后人家打完了你跑进红去，你像个大傻逼，你别他妈去了。平 A 外圈光 ，A 阶一个拉 ，A 阶减速一个劈，外圈光没刮到，别跑，挨困。保持不出来了。出来吧你 ！AJ 减速，外圈刮接平呢？我操，没有 P， 有 P 这波死了。
将绝技。多少血呀，翠神？来没翠神？应该没来。鳄鱼咋这么狂呢？370、365，他要上哪去呀？啊？他要上哪去呀？跑哪去了？杀出一条血路！哎呦我的天！我已经打到你了。你往哪里走？这鳄鱼要干什么呀？你给我回来！哎呦我操！你敢？他在天上转了一下，我不知道好像给蹬哪去了，这不知道啊。问题不大。减速位圈光，一口一开，一个拉 A 就减速位圈光，有点烦。他闪现走了。回来吧，二位外圈光，你敢劈？树倒了！压了2900加水银海，你玩艾翁肯定有节目效果，那英雄狗都不玩。保持警惕，往哪走？鳄鱼，鳄鱼放弃了。想跑？嘿呀，想逃！诺克萨斯即将崛起，我闪现一个劈！你他妈往哪跑啊？喜欢跑？我打不到你，我们用一个闪现成功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你知道吗？
来吧你 A 阶减速外圈刮跌平 A 跌平 A 跌平血怒触发走快来腰着回来吧你们外圈刮 A 阶一个 P 减速一个 P 平 A 挨捆一个 P 速倒了来他一个繁星提醒下路甚至连塔都没推掉吗这不行回来吧你一减速外圈挂一个没有 P 那算了 A 死得了哎呦我锤波 Q 我疾跑一开拉回来 A 减速一个 P 我拿把站那我减速暴击了树倒了树又倒了我将死战不休我溜了我溜了我的目标很明确好回来我先把你的小菊给你打了外圈光平 A 减速死了外圈光走位拉回来减速外圈光你敢劈哎呦我操给我滋了死了被打篮球的给杀了天哪天哪天哪大了三回没大着凌驾一切的战力你也是打篮球的看来我们的篮球没有他打的好25秒疾跑来波喷塔克外圈刮接平 A 接平 A 闪现减速一个 P
外圈挂一个劈，减速拉回来，平 A 踩他死了。哎呀，没劈死，小黄毛没给劈死，要不然连劈三个，接那鱼一个劈，把那个鱼也劈死。干啥呢？干啥了？